拉一大家很高兴，我们现在用路边拉都可以重置。反过来，我觉得不值得这个他们的努力，反过来对整个香港队的体育很大的帮助。现在我可以说的，现在我们亚洲排在第五，希望还有几天的比赛，希望我们可以努力，为香港争光。香港有这个努力，离不开多年来的，现在国内给我们参加很多高水平的运动，我们完了之后还去参加这个全运会嘛。我觉得通过很多你们教练啊，很多运动员就在国内来培训，我觉得趁这个机会，我觉得一定我们对香港以后我们发展体育很有利。昨天我刚刚跟他吃个晚饭，他说这是注册中国这个跳水的拿的成绩，他们安慰。